世间上吼，哪会有这么袂见笑的查某啊？伊家己去讨客兄呢，啊，唔知影检讨，搁伫去找真翁的麻烦。你讲啊，伊头壳咧想啥？伊是应该想的时阵无认真去想，所以无咧用头脑，才会这么无偷心。我看吼，伊是规组害了了啊，无救啊！嗯，是讲吼，麦讲嘲讽，你最近安怎？ 世贤妈，敢有够找你麻烦？那有可能无？啊，不过我感觉有愈来愈好。进前哦是一天三顿饱，即马上侪下午茶，毋是逐工有哦。那有然后才麻烦，搁像你想到遮尔开。世贤妈会对我不满，是因为为着世杰好才会发作，啊，伊有伊有道理。就算讲理由是家己讲的准守，啊，不过即种有一个方向会当应对，嘛，有世杰陪我一步一步来。 我得感觉代志一点愈变愈好。真是哦吼，你不是在安慰家己吼？不是，而且主持啊，唔知影甲世杰妈讲啥，伊既然答应讲要试看卖改变出来底风水咧，嘛看卖改会当改善伊的病情，顺便改变伊对我的偏见。自在是不是有对应淑女放虎啊？ 好啦，莫讲酸笑啊，讲真实的，我想吼，你应该有件时阵去找世贤爸爸参详一下，看出来底风水啊，安怎改改的，对你较有利，安尼吼，你就唔免食这么济苦。对呢，我那无想着还佫一招。张嘉玲，哎呦，你想要靠改风水来改变关系哦？ 我看规矩啦，你家你家己外条，安尼较实在啦。啊，方世晴，你莫本来就无介意你啊。好啊，妹啊，你真正是阴魂不散呢。拜托的，我较委屈好无？我只是今日才想要讲买一下饮料，那会知影冤家路在去拄着恁啊？你会当莫遐尼委屈，甲比贝贝外头就走。曹凤啊，你是不是拢无朋友？那无吼，那一天到来找阮拍哪里啊？ 你唔才食饱，想因无朋友。哦，安尼我想想了，嘛是啦。你身躯边吼，应该无人要睬你，啊连恁哥嘛无爱听你啊。即马穷到只剩下钱，才会叫形成我甲嘉玲的好人缘啊。黄心怡，你到底是凭啥物安尼甲我讲话哈？以我的身份，哪有需要甲恁两个人比啊？一个苏心如。 一个是娇气花，啊我嘞，我有钱，搁有势。对啦，你是有钱有势，啊，不过你心内应该感觉足孤单的。原本你有一个对你上好、上真心的少强，啊，不过你煞予别人牵咧行，伤害少强上亲。你，放手！你，我爱啊！哎呀，我真正就想要把这个巧克力蛋糕，贵宾请去。 我唔讲吼，啊，咱真正伤过浪去啊！简单啊，干那要留落来就好啊。是，你俩，哎，你干，陈嘉玲，放手，我是你的天下，喂，陈嘉玲，哇，哇，你，啊，你，你会啥鬼？好，我来。 放手！你唔知咩？我上楼替人洗面啊！我来洗，我来洗。哦，那路线在哪里啊？因为吼，垃圾是我来带垃圾出来的啊！你来搞会记？啊，你搞我扫台，只要小妹倒转来，是你家己做的来。